那他是不让放的时候是不是超？超吗？贵吗？嗯。带出去罚款啊？罚款一只30多块钱是吧？啊。又被人洞都不见了，挺多啊，原来都在，现在怎么都塌了？都塌了，去年还都在呢。去年也塌了不少。这样，转过来，不是让，哎，好。早上生意人呀就往心呀、啊。